天都过着重复的生活，忘却没有希望，周围的人间还在感谢，现实那么贫瘠，你既没有勇敢对强大的力量来发起攻击，只剩下了敌人的踪迹，却无人能耐心倾听。好羡慕啊，心中的你，多么想就再次逃离，逃离这个无聊的世界，开始旅行，即使要付出所有代价，包括生命，请让我变成另一个自己。这个世界是不是我所想要的追寻，即使得到了满中一直期盼的奇迹，还是产生了下发想要回到过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不仅思考用镜面交换人生的利弊。Thank you.